记忆力。刚刚呢所介绍到的，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这款内衣呢，它所使用的是三倍的弹力棉，所以它的手感非常的柔软之外呢，它整个触感也是非常的舒适的。那么呢，这款当然运用了刚讲到的 Ice Cool 科技凉感纤维，所以呢，利用这个散热快但吸热慢的原理，让你可以感受到一个非常凉爽舒适的一个穿着感受。同时，我们这款呢，它所使用的是一个 U 型美背的设计，所以穿着起来稳定不位移。另外呢，它的这个肩带是可以变换的，让你更加的畅内，能够自在的穿搭。好，非常漂亮的这一款内衣，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一款也是我们 Ice Bar 系列我们这次的主打款。可以看到这一款其实跟我们这个巧巧身上穿的就是同一款，对不对？好，它是一体成型无缝布片的一个设计，所以更加的服帖，是这次我们主打非常重要的一个材质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整个无痕的，所以呢，其实我们这次的诉求呢就是清凉无痕肌，顺凉感受哈，希望让大家穿上这个内衣的时候呢是很舒服很透气的。那这一款呢，我们采用的是素面搭这个衬色的罩杯，所以它整个的是非常简约的，但是非常符合春夏的气息。好，可以看到呢，我们的这个甜心为我们非常自信的展现，希望大家待会有机会都可以到现场呢一起来试穿一下。好，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甜心。那当然呢，在肩带上也是可以变换的哦。好，那么最后我们要看到的这一款呢，当然外观看不出来，等一下大家可以试穿一下，它是无钢圈的设计。好，很多人会觉得无钢圈穿起来一定很舒服，没有压迫感，可是集中吗？集中，这就是我们那个特色。因为呢，我们采用的是周斜边低颈心，所以呢，它会让你的整个胸型非常的浑圆饱满，而且集中的一个效果，所以既舒适又集中，这是我们强调的一个舒适机能款。同样的 Ice Cool 凉感科技纤维也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个主打。另外呢，我们的罩杯内层呢，我们是采用这个鸟眼布，所以它就是一个孔洞的设计，特别的透气，所以穿起来不会闷热，是非常凉爽舒适的。好，所以这一次我们 Ice Bar 就是要告诉大家清凉感动自在奔放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的三位甜心为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精彩呈现。